中国重汽集团在消化吸收引进国外技术的同时，更加注重自主创新，不仅全面占领国内市场，跻身世界重卡行业三甲，还用信息化串起了一条黄金产业链。近日，中国重汽开始在新下线的高端车型上加装自主研发的新型电控装置。这一装置相当于汽车变速箱和发动机之间的协调控制中枢，可自动调节发动机变速箱和总成的工作状态，以优化彼此间的工作模式。在国产重卡行业首次实现了对车辆全数字化的控制，降低了车辆故障率，同比节油5%左右。就像人有了大脑，有了思想一样，多台系统也可以把车辆信息实时的传递出去，也可以接收外部指令。实施数字化控制是当前汽车行业车辆性能的主攻方向，就是发动机、变速箱等主要零部件都加装芯片，进而再形成软硬件集成的数控系统。一开始，重汽也曾尝试着与国外企业合作，但对方只卖产品不卖技术，买了的芯片都是加了密的。当初负责整体数控设计的郭庆波只能算是组装工和协调员。因为关键技术都是别人的，我们这种协调工作就相当于指挥两个不同的人的手脚来完成同一个工作，这是非常困难的。大脑只有指挥自己的手脚才能灵活自如，跟着国外企业走了几十年的中国重汽决心自己走路，白手起家搭建自己的数控体系。在难度最大的16档自动变速箱的研制过程中，重汽在完成理论设计的基础上，先后投入50多辆实验车辆，路试里程累计超过100万公里，最终安装了中国新自动挡变速箱，在国内复杂路面上的性能指标与欧洲车在欧洲实现的指标基本相当。我们这个变速箱能够确保车辆在任何工况下运行的时候都能够实现最优化的换挡，从而是一个即使是一个新的驾驶员来驾驶这辆车，他也能够达到一个技术熟练经验丰富的老司机的水平。与此同时，重汽在电控发动机、车辆轻型化、新能源的应用等研发上也均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最新款的豪洛 A7 车型上采用的新专利技术就有100多项，指挥自己的手脚负责数控整体设计的郭庆波也由过去的协调员变成了设计员。针对用户不同的需要，我们最快2天时间就可以设计出新的电控系统方案。 A7 推出2年，我们就已经有了200多种不同的车型。掌握了重卡全部核心技术，重要零部件全部自产，中国重汽不但拥有了一条完整的重卡产业链，而且实现了链条间的优化配置。如果什么都是买啊，就会容易是你的车和别人都一样，你没法做出自己的特色了。这车必须要做出自己特色。依靠创新引领，短短10年时间，中国重汽集团拥有的专利数量由零增加到1000多项，产量由3800辆增加到20多万辆，实力决定地位。重汽目前在与国际重卡三巨头之一德国曼公司的合作中，拥有了51%的股份，打破了国内汽车行业与国外合作没有控制权的历史。由于我们坚持自主创新，我们的民族重卡的品牌正在被国际市场所认可，为这一个产业，我们坚持创新、艰苦奋斗，我们感到自豪。